第十五届觉囊香巴拉持乐世界真理他空中观大变法会。觉囊香巴拉持乐世界真谛他空中观大变法会，是藏传佛教五大派系及雍仲本教中大法觉囊派最大的变法大会。第十五届觉囊香巴拉持乐世界真谛他空中观大变法会于2020年藏历金鼠年八月三日至十四日，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下藏科乡扎西曲龙寺隆重召开。大变法会邀请了觉囊派大法王藏瓦久美多杰大师、大变法会会长阿旺扎西大格西、果洛州佛协会长嘎智依西尼玛大师、大变法会原会长阿旺俄智华格西、新任会长格利华桑格西、罗桑尼玛格西，以及本教派各大寺院金刚上师及博智堪布本教派各大寺院僧众约两千余人参加此次大变法会。大变法会旨在弘扬我佛所开创的显密两宗经要及觉囊派教义教规，使其功德惠及普天众生。大变法会期间，各路志士相继切磋辩论了《佛学显宗五部大论集》《密宗十轮金刚大解》《觉囊派十轮金刚大解》《慈氏五论之究竟义成》《宝性论》堆博瓦喜饶坚赞之究竟一成宝性论大注解等内容。参加此次大变法会的其他来宾有本教派扎才昂大师、格举派大格西亲热坚参大师、萨迪派大堪布德格寺索南智巴格西、格鲁派周智格西、慈城格西、屈格格西、乐堂热塞格西、阿旺夏至格西、罗桑扎西格西、索南加措格西等众多大师。大变法会期间，各大教派高僧大德就如何弘扬佛法、各大教派相互间的团结、如何引导广大僧众爱国爱教、如何减轻广大信教群众在佛事活动中的负担，以及广大僧众如何扬佛治学等诸多问题进行了严谨探讨。大变法会经过十一日紧张有序的辩论、讨论、研讨、讲座等方式，圆满完成组委会制定的全部会议内容，圆满闭幕。